主料，鸡蛋5个，油80克，牛奶80克，面粉100克，白砂糖50克，盐1/4勺。辅料，淡奶油350克，水果类，巧克力20克，绵白糖30克。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蛋黄蛋白分离，蛋黄搅散，蛋白加50克糖打至中性发泡，蛋黄液中加入油，再加入牛奶，筛入面粉，拌匀，蛋黄糊就做好了。1/3蛋白糊加入蛋黄糊中，再把蛋黄糊加入蛋白糊中切拌均匀，入烤箱150度用10分钟烤熟，倒扣30分钟后脱模结拌。淡奶油加1/10的白糖打发，切适量喜欢的水果，蛋糕刷一层奶油，摆上水果，再抹一层奶油抹平，盖上另一片蛋糕，抹上奶油，装饰水果巧克力屑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蛋糕烤好后立即倒扣以免塌陷，水果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